All right, we're ready. We got fresh cucumbers out of the garden, fresh corn out of the garden, fresh tomatoes out of the garden, fresh okra out of the garden, fresh chicken. Corn on the cob. Did you get that? Corn on the cob. And Mother made some noodles. And I helped cook. He helped cook the okra. I've done my part. Yep. Lord, we thank you for another day. Thank you for your work here in the passion. Pray for each other and their families. Pray for the sick and hurting. We ask you to bless the nurse right now. In Jesus' name. Amen. 老王看起来自己在那边也蛮滋润的，除了晚上在家里一个人比较孤单一点，白天的话他有事可以做，偶尔也去公公婆婆家吃饭，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无聊。老王依然是每天都会给我分享他做了什么，吃了什么。他做的东西现在已经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越来越不像样了。我这边差不多也就快做完了我的那些理疗，大概还有三次吧，做完我也就回美国了。感觉我也没有偷几天懒啊，结果都已经快十天没有更新了。这段时间我去了台湾，然后从台湾回来，我前两天我妈妈要过生日，我又去回了一下娘家，去陪我妈妈过了个生日。去台湾之前呢，我那个他爸爸给小姑娘发了一个学费单，是差不多5万台币吧。结果我到了台湾以后呢，我让小姑娘去查，然后小姑娘给我的回馈是只有6615台币，那就相差太多太多了。所以其他的就不用言说了。从我女儿还没有来之前，她加上我的微信就一直在埋怨我的女儿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加了我之后呢，也是埋怨我各种不好。然后呢，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谈钱，但是每一句话的中心思想就是拿钱来。其实我跟我女儿相处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女儿一点毛病都没有，各种都很乖。除了她是这个年纪爱玩一点，然后可能玩的东西跟我们有代沟，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她快乐就好。我的理念里面是小孩子快乐就好。什么交友不慎啊什么的，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小孩子如果跟谁在一起玩是很快乐的，他们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那都是可以的。他来到这边的这些天，他也没有跟我们要任何东西。每次带他出去逛街，问他要什么东西吗，他也没有说要啥。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他非常喜欢的手办，我记得是1600块钱，他看到1600块钱他就走了，他也没有说他要买或者是他怎么样，他就觉得他自己一个小孩不应该花那个价钱去买一个手办，所以他很懂事。我就不知道他爸爸在嫌弃他什么。每次带他出去逛街问他要买东西吗，他也没有要买的东西。他来了这么多天就买了一件小外套，每一件事情都不像他爸说的他是那么的奢靡无度啊，乱花钱怎样怎样。我跟孩子说好了，我回去以后会把他申请到美国去，到时候他要不要去再说，反正我先帮他申请。可以想象得到他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这些天吧，他跟我说凡是说我的全部都是我的错，所有的话都是在打压我的。然后好像意思就是说你做的都不够，你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够，你前面所有的事情都错了，你就乖乖的给我拿钱来养女儿就对了。我要去怎么形容他这个人呢？下面这一段话来形容他真的是太贴切太贴切了，我再也找不到别的话来形容他了。 Chronically suppressing and blaming family members is either stupid or bad. The really stupid and bad ones are the kind of people who spend all day at home suppressing their children and attacking their partners. He or she is temperamental and bursting with negative energy.But drags the whole family through it. These people are endlessly judgmental and judgmental when they speak. The whole person is an emotional black hole. Due to the presence of internal trauma and lack of awareness, one person sucks the essence out of the whole family. 所以这也是我之前跟他分开的最主要的原因吧，因为跟他在一起我完全没有任何的信心，就整个人就被他闲得一文不值，觉得自己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简直是浪费红机又浪费粮食。
然后我也看到某些评论区关于我是不是二婚还是三婚嫁给我老公的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差不多都要打起来的那种感觉。好吧，反正这个也没什么好争论的哈。无论我是几婚嫁给我老公，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最后我嫁了一个对的人，这就不枉此生。最主要的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现在很多人他在他的婚姻里面走不出来，不就是因为怕旁边的人说吗？但是你是活给别人看还是活给你自己看？你如果是活给你自己看的话，就没有必要去理会旁人怎么说你。不管你是嫁几婚，不管你是找了几个多少个男人，找到一个对的就对了。要是不愿意去试那么多错的话呢，那也没有关系，自己也挺好的。我的理疗还有三次就做完了，前面那一次我做完以后发现我的肩膀都打开了，就是以前我的肩膀都直了，我感觉以前我的背是打不开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没有白花钱，也没有不要花这一段时间，然后是很值得的。虽然这段时间我不能跟老王在一起，以前老有人说我走路的时候驼背，真的不是我故意要驼背的，是我挺不起来，因为我肩膀痛，痛了20几年，然后它整个就缩在一起的，那些肌肉都揪在一起了。现在我的背终于打开了，我感觉我的腰直了，我可以把胸膛挺起来了。虽然还没有100%的完全好啊，但是我感觉已经是整个人都收转开来了。下次老王回来，我要带他去做腰椎盘突出。我在那边做那段时间呢，有很多人在那边做腰椎盘突出的，然后做出来效果都挺好的。我也不要求他可以完全给他做到100%的，完全没有了。但是我希望就是老王的那个情况可以得到缓解，毕竟老王现在真的是走路也走不了，然后用力也用不了，反正做一点东西吧，就蛮吃力的。希望老王做完以后就是多少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嘛，比他现在的话要轻松一些，我觉得就很不错了。老王现在太糟糕了。去了台湾几天没有看到小孙孙，他现在又长大了，感觉他现在也都快会爬了，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了。现在看到人就会对你笑了，然后你要逗他的话就哈哈大笑的，看起来超级的可爱，看起来真的很可爱，所以回去的时候难不免的可能也要伤心落泪一下，这么可爱的孙子真的是不舍得呀，但我还是得回去一趟。老王那边虽然过得也蛮滋润的，但是看来也是少不了我呀。回来了几个月，看起来我每天都很闲，其实我每天都很忙，我也不知道我在忙什么，但是就是没有时间。在瞎忙，到处跑，哎。好吧，我是芳姐，下次见。